政治评论指导论文唱下一段是大川，大川评论问大川我陈吉如虽然黑色陈朝都是还走得完朝的猴咱就下车在临街咱说的怎样只往考虑朝还有想陪在清大川评论问请注意车速。请注意车速。顺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关车门请注意，车内起步，请做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十字路口，下车请注意，十字路口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在这个路口，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欢迎您之一。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做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万宝工业基地，下车请准备，关车我，请注意，车辆黑色，人潮都挺完，走得完，朝得好，咱就下车来迎接。想听的乘客请往后门靠。还有上海万宝工业基地，老车请准备。
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做好扶轮，扶得稳，握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交通，下车请准备。交通五，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坐好扶轮，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交通，下车请准备。文明乘车，安全出行，严禁轻扰司机驾驶，请注意灯号，请注意灯号，请注意灯号。
注意，晚春到啦，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单车们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做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永春，大车请准备，关车我请注意，车辆起步请朝左转弯，转得弯朝得好，等车下车来理解，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永春，大车请准备。
小小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有点康宁医院，落车请准备。有点康宁医院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有点康宁医院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欢迎请注意。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大石。下车请准备，关车门请注意。开往虎口，请坐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也很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大石。落车请准备，请注意灯号，请注意灯号，请注意灯号。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大车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欢迎请注意。
石桥南。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大家请呢，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下车门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做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上角。下车请谨慎，下车也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坐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危险少。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上角。落车请准备。请注意车速，请注意车速。请注意车速。
请注意，车辆起步，请做好扶稳，扶得稳，坐得好，紧急刹车用手扫，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门靠，下一站是座靠区，下车请准备，关车稳，请注意，车辆起走，请坐好扶稳，走得稳，跑得好，紧急刹车来停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落头街，落车请准备。
Thank you.